刚睡醒就给大家更新视频了，没洗脸。这是上次给儿子留一块，一直都没来吃。底下的是明肠，煎完特别的好吃，不像上面大肠头那么油。我打算给大家弄点，整点看看下面的这个肠，看看能不能做。要能做的话，我给大家整点下面这个肠。大肠头实在太贵了，没法给大家整。